例如五月天激动而难忘的时刻，因为五月天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到五月天所喜欢的上海了。你们好吗？然后一小笔子，傻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笔子。笔子啊，你这个外套蛮好看的，谢谢。今天特别为上海准备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不是为五月天准备的啊，也是也是也是。你这件真的看起来好保暖哦，我马上脱下来。你们两个交换穿看，我看看。来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不是，萧秉治里面也太薄了吧？对对，他就一件 T 恤而已嘛。相信音乐那个经费有限。哎，其实很帅，其实秉治这样穿也很帅。对啊，是啊。冠佑好嘻哈哦，冠佑就好像不是五月天的。那冠佑，你既然穿这个样子，是不是为大家带来一首《射手》？喂，只换衣服穿一下，是吗？不过这真的很保暖。真没想到，请嘉宾来，竟然在台上玩换衣游戏。平时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最近在跟我的好兄弟古古吕思维组了一个限定团体，叫 GX， 然后准备要发新单曲。这个就好像我跟冠佑组了一个团体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一次呢，难得来到上海，我们只有合唱 OA OA 而已吗？对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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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小品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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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首，他竟然说再借我唱一首。对，他竟然说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之前有跟阿信哥，不是跟五月天老师哥一起在台上演唱过的《外人》。我终于懂得放手了，让想念更自由的承受，我会下一道光再给夜一灯，等到我生命不再孤单，不再发光，不再忐忑，你永远会住在我的灵魂，不是外人。我终于懂得，我们是玉泉人，你们好吗？ Are you ready? Come on! 我有一点累，累得无法对你说再见，也许只是装作无所谓，也许只是害怕潮退之后要离别。上面是什么？小宝宝的照片吗？哦，上海三月天。OK， 我们坐着坐的五月天叔叔们的八十岁之约，所以叔叔们先唱首什么，让我们听听吧。哦，他们。那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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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？对，想听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说啊，你说啊。那什么歌呢？什么歌呢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等你们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呢。我们想听什么歌？他就跟你拼了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能唱到八十岁，等到小宝贝们长大了，然后他们也来跟你们一起唱什么歌。他最开始说他要把天使送给宝宝，然后想把让我照顾你送给他。送给太太，然后什么歌送给自己？最后你选择了什么歌？我们今天呢，就送给你珍贵的太太，好不好？坐在我身旁，你的心上不懂，我也不想，但你的微笑。是，什么了？刚那个字幕，你会再回去？回到第一句，回到第一句，你回到第一句，不是这样子。还有前面还有，在前面，因为刚前面有预备气。为什么啦？预备气，坐在我身旁。我们是五月天好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想要开始？我们自己决定。为什么现在连字幕都要跟我们讲预备气的？奇怪。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们说预备气，我们就开始唱，好不好？
预备起。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，风雨大战的为你挡，让我照顾你，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，让我照顾你，让你未来放在我肩，预备起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耀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毛蒜。三立严选，最划算。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